今天休息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山东啊搞一个全省的政府满意度的调查问题。那么现在互联网发达了，自媒体发达了，那么可以说自媒体是天下了。那么很多人就把他们接到了单位或者上级主管的啊这些发来的微信啦、群啦，或者这些通知啦，就发到网上去了。结果引爆了，我看央视也进行了采访，当然央视采访比较中肯或者比较中立，没有太多的这个过多的这个渲染或者是一些解读吧，就很平铺直述的把这个事情讲了讲。那么更多的网民是关注了就是这个满意度调查完全走了味儿。其实最早是一个出来是叫山东邹平焦桥镇这个镇上叫孙庄村，他是在一个村干部在一个这个村民的一个群嘛发了通知，就是要积极接听这个民度的调查民度调查，然后如果你接到了这个0531这个号码来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凭你的回答的满意啊，你一定让你啊回答满意啊，然后凭你的截屏或者截图或者录音，可以到村政府去啊领取200块钱左右的奖金。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孙庄村的村支部书记表示，这个通知确实是村干部发的，但他自己书记自己没参与。他说村民觉得满意你就满意，回答满意，不满意那么你不满意，没有强迫他们。那么说的这样。那么关于这个钱呢，这2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说的有的就是说，有的村干部说是他们村里自己出，或有的是我个人出，但是在这个期间还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看到有村民来领取的。这个事情大家就开始说这个现在这个满意调查度了，这个一下子上升到山东的整个这个层面，说你看你山东人做虚假山东人这个做面子更穷，竟然都到这个程度了。那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其实这种调查吧，老百姓看多了也都非常厌倦了。但这发了以后，他很多人在网上很多都响应，就说不仅这样，有的学校里也接到通知了，学校的说你哎老师你每天要关注啊，因为这个调查到这个整个省政府基层干部服务各方面的满意度，可能一个调查要到12月份。那么有的说每天下午4点之前，那么学校里说你要上报到这个学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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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办公室吧。那么也有的基层组织接到通知啊，说有调查报告，说你可以来领取一桶花生油啊，或者说这个一袋大米，但都要凭你这个证据，你满意度的这个证据啦，你就可以给你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各级政府都在重视这个满意度调查，这是好事，但是平时你是否做了好，如果你平时做的好事，做好事多或对老百姓服务了，那么老百姓自然满意，那么上面来调查，那么抽卷调查或者是随机调查，肯定会都给你打满分的或者给你说满意的。那么你平时做不好，真正要做调这个抽查了调查了，你让老百姓帮你糊弄上面，然后利用这个小恩小惠100块钱200块钱这个食物啦食品啦，来让老百姓替你说瞎话，那么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所以说结果这个事情成了全网网报，山东整个服务机构的层面或山东整个政务方面的，就是山东方面的喜欢做这些这个形式主义。我看了看很多这个截屏还确实有，你比如说各村注意啦，省满意调查从今天下午开始，又直接接到0531电话开头的，怎么怎么地要怎么怎么地回答满意并截图录音都搬出来，就一桶油和一袋大米，反正基本上都100到200块钱的这个东西
啊，各村每天四点前要报他一个班数，都是这样的。大家想想，满意调查度是各级各地考核这个重要指标，那么当然事关单位的领导的重级和成绩排名啊，这个那么怎么考察，怎么考核？不信老百姓心中是一杆秤，而不是你最终你平时不作为，关键的时候用100-200块钱来打发老百姓，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那么最终老百姓心中只敢称考核你的各级领导，这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事情搞得很沸沸扬扬。其实不止一个村出现的情况，这也说明类似的这种现象已经有了普遍性。编了为了满意调查度，明知道这是糊弄人的东西，是走形式的走样板的形式主义，却每年都要搞，劳民伤财，没什么意义。你看给老百姓添麻烦，给基层添麻烦，说白了最终给一些某些领导贴了金了。哎，你看我的满意调查度第一名，或者我满意调查度我多少分，那么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是吧，拿国家的钱，拿老百姓纳税钱来糊弄老百姓，糊弄各级领导，但是某些人某些领导自己贴金了，自己升官发财了。但是你想想，发起这种调查单位，他不会不知道这种信息吧？知道吗？不会不了解实际情况，明知道下面是在糊弄，是在作假，还要自欺欺人搞下去，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不作为问题了，是吧？而且每每在调查之前，都是上面及时发通知，从头发通知啊，下面就从头来接盘，大家的默契度好像出奇一致。本来是满意调查都是为了调查群众，群众发表意见，哎，有问题才有进步，这种小动作根本没必要去做，一味的追求结果，只能是出现这种结果，大家满意度很高，知道吗？应该这种方法是应该委托第三方来调查，但是第三方调查你就满意这个结果了吗？第三方调查往往这个数据最后出来了，是否某些人可以上下调调动，上调下调下降，很有可能。所以说要拿到真实调查数据其实非常难，知道吧？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你平时要给老百姓多干好事，干好事，你的满意调查度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联想到现在我看过几期山东一个栏目，叫在省电台有个山东问政栏目，请了什么交通厅啦、民政厅啦，或者卫生厅的领导，带着他们各个处室的干部，在这个电视台上这个做搞直播，然后老百姓打来电话，然后直接问责这些有关部门哪个事情做得好，哪个事情做得坏，那么这种形式。但是往往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打电话的接电话的人怎么接进来，其实这个也都是形式安排好了。你比如说要问他，这条公路没修好，多少年没修好了，打进电话来，那么这往往提前都可以有些安排。那么马上的有关这个主管出事，这个拿出方案，当时这个带队的这个厅长或副厅长说，你们为什么，怎么回事，那么有关处理说，我们现在计划在一年之内或半年之内解决的问题，前段时间遇到什么困难，往往其实彩排的痕迹太多。但就是这个接电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打进来的，他有接线员嘛，所以说这个提前安排的这一痕迹也很多。那么说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我也看到了，比如说我们在温哥华也有这些当地电视台，这个每天这个电台的搞那个这个节目，每天打进电话来问询你，问来问去就那么一个声音，一个什么腔调，一个人，也就是说很多主持节目的人家属打进的电话，可以提前今天个什么问题，让他们家人了、朋友了，可以打进电话来。其实这种也都没有意义，因为提前彩排安排的痕迹太高了，所以哪儿都是一样的。好，说到这个，再回到这个山东这个满意度调查问题，老百姓不满意，现在网上开始发酵。那么我想
说一下在加拿大在温华这个民意调查其实也很多很多有猫腻。比如说每届省联邦选举、省选举、市选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各个政党的满意度调查，最终都是水分太大。但是这个调查也是委托第三方啊，委托专门有个什么什么research 公司吧，专门调查公司吧，就干这个事情，他们的就是赚这口饭吃的。但是为了有时候为了配合这个选举，为了配合某个政党，其实很容易。为什么？如果这个政有某个政党，他主要他的选民是倾向于那些中高层人士或者是白领人士，那你就不要打电话了。为什么？你直接用发 email 给他们，问人家那些，因为一般人白领啦啊金领啦，他用邮箱信箱率比较多啊。你给打电话他根本不接啊，那这就出来了。那么所以说这个调查问卷民意测验民意调查完完完全全也是因人而异设置的这个调查方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还有一个，如果有某个政党他基本上面向的贫苦老百姓或者是在家里不大上班的就不上班的人，是希望在家里人，那么他可以发信，哎，用信发过去。发信的话，一看，你看这些人整天在家里面，他收到信了，哎，填张表格，然后信一般都是免费可以邮回去的，带信带邮票，他邮回去。那么他这个满意度，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比较生活比较贫苦的人，哎，他的满意度他就倾向这个政党，他的政党满意度就高了。所以这个，还有你比如说电话，有电话的人，他可以择机抽选。哎，也可以抽样，抽选什么样的人？如果说这个手机的，因为大数据调查太厉害了，可这个手机的人一看，哦，他这个手机用户持有者是金融系统的，哎，金融系统恰恰支持这个政党，支持这个社团或者什么，他就是专门抽取的流调受众对象，就是有关金融啦、保险啦、律师啦这些人，或者教师啦。或者说国外有些有工会组织的人，他就说，哎，这个政党支持工会，他专门调查的有工会背景的这些手机客户，让他们来回答支持哪某个政党，他知道马上高啊。所以说今天说这个例子就是一样，国外的所谓的民意调查民意调研，他委托了看着非常独立的公众第三方来调查，但这个第三方采取什么？选取数字，选取的调查对象非常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他一般通常选，我看一般每次调研就选一两千人，两千三人就很高了，不是会选个几十万人，他不可能那么大数据，一两千的这个数据偏差太大太大了。但往往说这选择完了都说这个偏差度会上下5%上下的波动啊，即便这样，大家我说的道理明白了，其实就是都是针对性选择的调查对象，很刻意。所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哪里都一样，他要选取，他要刻意的，这就是说因人而异，因政党而异，因什么事设计的调查问卷非常重要。或者调查问卷他也是真就不同的针对某个政党有利的他来设置，他问哪些问题，总共可能分上万个问题，他选取十个问题，那这十个问题可能对某个政党每个社团有利是一样的。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山东刚刚发生一个满意度调查的一个事情，那么也在结合我在所在地这有关的民意测验或者一个调查这个问卷的一个情况。好，谢谢各位。